来喽来喽 ，Chef Evan 教你螃蟹炒米粉。准备材料有螃蟹一只、米粉一把、菜心一根。米粉先泡发20分钟，螃蟹先给它处理一下，把它的那些内脏都给它清理干净。这是螃蟹的肺，螃蟹的肺一定要处理干净啊，不然吃了会漏腮啊，老人家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把蒜头拍开它，然后剁碎它。菜心切上自己要的大小，不要太长，等下很难炒。先把猪油放下去炒香它，捞起来，然后把蒜泥放下去爆香。爆香了过后，螃蟹就把它倒进去，炒它半熟。加入干净的水。然后我们再焖煮一下，焖熟后我们就加入菜心，再加入米粉，然后再去炒酱油、香菇粉、胡椒粉、黑塞油，那我们就不停的翻炒它，记得一定要用铲子的边边哦，才不会把那个米粉炒断。好嘞，现在就好了。